捞出来。哦，这种就三个哈。哎呀，我忘记用另外一个盆，等一下捞出来还得洗一下。它都吹多久？倒出来洗洗。这个生姜不要了。你上面泡的是啥大肉哈？哇，这看去了哈，嗯，看，弟弟，现在王飞机哈，我们要去拍视频了，他要在这里自己玩，坐这个车，地下的这些全部收起来了，刚刚他在玩的，一只手拿一架飞机，哦，给我生狗，过来炒菜了。这个是早上先卤的鸡蛋花菇，这个鱼加一点冬菜煮一下锅，这个冬菜香味就出来了。花菇是昨晚泡的，然后婆婆她早上就先跟排骨一起下去炖了，这个花菇肉厚又脆，非常好吃。排骨鸡蛋就是先煮熟，然后用盐腌制一下，这个蛋才会咸，比较香一点。两个锅更大，第一件事就是跑过来这里按一下微波炉。袜子呢？掌柜你，你掌柜你，再来一点陈醋增香。先留一点给妹妹，放学回来就可以吃。她就喜欢海带莲藕。这些我们中午就可以吃。吃的时候再拌一点辣椒更好吃。这边是羊肚菌汤。这个汤快好了，这个汤可以了，先把剑拔掉，来炒个韭菜。这个时候就是韭菜最好吃了，韭菜。菜都炒好了，现在装出来。哎呦，这个店都给你推过来了，木桥还要站起来拿，看你要去哪里，爬过来，爬过来，哦哟，另一个就倒下了。